乾隆庚午年，清朝国库被盗，许多玉器珍万都丢失了。查案官吏将负责看守国库的院户官员抓来逐一审问。其中有一个院户名叫长明，他在受审的时候忽然用小孩子的口吻说道：玉器珍万不是长明偷的，可是杀人的事确实是他干的，我就是那个被他害死的冤魂。审问此案的官员一听此话大惊失色，因为案情牵涉人命，于是长明被移交刑部。那时候我父亲姚安公官居江苏四郎中，他和刑部尚书于文仪先生等人共同审理此案。在提审长明的时候，附在长明身上的冤魂说道：我名叫二格，今年14岁了，家住在海淀，我父亲名叫李兴旺。去年的元宵节，长明带我去看灯节，回来的时候已是夜深人静，长明企图侮辱我，我奋力抗拒，并且说回家之后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父亲。长明惊怒之下便用腰带将我勒死，并把我的尸体掩埋在河堤之下。在我失踪之后，父亲便怀疑是长明把我藏起来了，于是就到巡城御史那里去告状，后来案子又转送刑部。刑部认为这件事证据不足，难以认定长明的罪行，便商议决定另寻真凶，于是这个案子就被搁置下来，暂不过问。从此以后，我的灵魂便总是跟随着长明，可是一旦跟随他相距4-5尺的时候，我便觉得他像炽热的一团火，因此我不敢过于靠近他。后来他身上的温度逐渐削弱，我才可以一尺一尺地更加接近他，直到昨天完全不觉得热了，我的灵魂便得以附在他的身上。二哥的灵魂接着又说道：其实在初次审讯时，我的灵魂就已跟在他身后来到刑部，我还清楚地记得受理此案的部门是广西司。后来根据二个灵魂所提供的日期，果然在广西司查到了原案的卷宗，然后在查问具体的埋尸地点时，二个灵魂说在河堤某处第几棵柳树下。后来果然挖到了二哥的尸体，当传唤二哥父亲李兴旺来辨认时，他一见到二哥的尸体便失声痛哭，豪气道：我的儿啊，你死得好惨呀。这桩案子虽然看起来虚幻缥缈，但经过验证却又情节属实。在审讯凶犯长明的时候，如果叫到长明的名字，他恍如大梦初醒，用自己的口吻来回话；而如果叫到二哥的名字，他又昏沉如醉，用二哥的声音来作答。就这样，在经过多番审讯对质后，长明终于认罪伏法。在大堂上，主审让李兴旺父子哑叙说家常事，二哥灵魂都能说得条理分明，一清二楚。至此案情大白，别无疑点。于是主审法官将案件实情详细上报，批文很快便被下达，将长明依故意杀人罪判处，按律论斩处死。判决书下达那一天，二哥的灵魂分外欣喜，他生前经常帮助父亲吆喝卖糕饼维持生活，此时他又忽然高声吆喝一声：卖糕饼的来了。他父亲李兴旺听了声泪俱下，说道：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他的吆喝声了，
这声音简直跟他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啊。他又问道，孩儿啊，你今后要往哪儿去？二哥的灵魂答道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姑且往前走吧。从那以后，在审问长明的时候，二哥的声音便再也没有出现。